这是一张拍摄于2009年的照片。一位是知名的红色特工沈安娜，另一位老人叫姚自健。这次相聚让姚自健在时隔60多年后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中央特科情报员。1934年5月，上海的气氛极为肃杀，国民党军警到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员，革命陷入低潮。在上海的这个亭子间里，一个年轻人面对着鲜红的党旗，坚定地举起拳头，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就是姚自健。1934年6月，他奉命潜伏在国民党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印刷处，这个部门负责军事地图的测绘和印刷工作。此时正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紧要关头，50万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围剿已经持续9个月，受冒险主义的错误引导，中央红军遭到重大损失，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。前方战事急需更多有价值的情报，为了能够更接近核心信息，姚自健故意弄伤眼睛，并以此为由调到地图收发处工作。收发处保管着全国最为精准的军用地图，其中5万分之1和10万分之1比例的地图，因为精确到了村落、道路、河流，对于行军作战意义极为重大，所以都属于绝密资料。经过一段时间，姚自健发现哪里的军用地图被调取，哪里就有军事行动。所以每当有人来取地图的时候，他便暗自记下这些部队的番号，想方设法抽取一份同样的地图，然后他将这些信息分析汇总，再秘密转交党组织。1934年8月，姚自健发现前来取地图的国民党部队数量激增，而且部署地区集中在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区，说明国民党要对红军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。他在地图上标注国民党军的番号，一张国民党围剿行动路线图就呈现在他的面前。他立即动身前往上海密送情报，晚一天就意味着中央红军要遭受更大的损失。趁着周六晚上车站军警戒备松懈的时候，姚自健搭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。他一身军服，提着一个皮箱，军用地图和资料就藏在这个箱子的最底层。第二天一早在上海出站的时候，一个军警突然拦住他的去路，要开包检查。姚自健立刻掏出军官证，冲着军警吼道：我是南京参谋本部的，你敢查我？军警被他的气势吓得连连后退，赶紧放行。甩开军警之后，他立刻赶往接头地点，和联络人中央特科情报员、中共地下党员舒约信、沈一娜夫妇会面。随后党组织通过电台将这个重要情报传送给中央苏区。这些军事情报为党中央掌握分析敌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。
1938年初，抗战局势持续恶化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。姚自健萌生了投身新四军、奔赴前线抗日的想法，他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。1938年4月，组织决定派他前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，从事情报搜集工作。姚自健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国民党参谋本部、陆地测量总局，投入了新的战斗。在香港，他的直属上级就是原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。由于工作纪律的需要，姚自健从未和潘汉年攀谈过，但他的忠诚、内敛、严谨给潘汉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久，组织将他调往延安工作。临行前，他领到了两张便条，一张是写给中央组织部部长的，一张是写给抗大校长的。便条内容都是：姚自健有抗日热情，已为党工作多年，落款是小开。而这个小开正是潘汉年的化名。这是对姚自健最大的褒奖。就这样，他结束了4年多的隐蔽战线生涯，来到延安，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。